好，欢迎回来啊！马上进行的是咱们今天的第五场比赛啊，大家已经等了蛮久。一个嘛 ，OK。我去看的时候是两只在天台上搜了，一个在天台岗，一个在红仓。走！走！阿宝，你给。奥利给！奥利奥利奥利给！摆平摆平！哎，那个。那亲的叫什么？忘记了。阿成 ，kiss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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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哦，这个三标的这个啊，哦，不，上一把到这个三标的是悟空啊。OK， 悟空和 KRG 是吧？KRG 先走的，他 KRG 直接一气往三标去了，四个人全部都走了。看到到三标了，然后剩的悟空是直接到的这个三标，然后他又在天堂山里边补的装备。对，这两圈去堵一下他们。但那的 B 队动得好快啊，他们没有啥物资点可以说。他们好像两分钟，一分四十，一分五十，差不多就走了。带摩托啊！我看到了，我要拿。你没多少车吗？没了，没了。你过来，我带你去拿辆车，你过来。要去哪哪的？四城出口，还是一样啊？那个还是一样，跟他们一样跳的。然后里面选择看，看到了，看四城也是，两队在里面可能要揉。待会直接收我那个大仓，别回烂尾楼收。哇，真难，看不到人，哥们。还是这个圈啊，南边一队目前不知道 CDG 会不会回四城南，四城西。DSS 看，我是看到高飘的，在这边四标。而且还有个在这里的四标的，会有人吗？是三队啊，有人，他大不了拿车，也不可能在我们这。就把大仓收，我收掉烂尾楼。我以为你要进城带我拿的。对啊，我说了出口啊。南边有三队啊。哦，西巴鲁玛 ，DSS 牛嗨皮，还有那个 XLG 是吧？他两队没摇 ，XLG 跳那个哪了 ？CV 了 ，XCD 干了 ，XLG 没有跳南边啊 ，XCD 打倒一个牛嗨皮队。啊，我说的是，哦，是一个，说的就是 XCG， 啊 ，XCG 那就不是 XLG 了，他那个狙扣，掉的，然后我带了个枪皮主，枪皮有了。还没给我带一下，我来看地图。布库带了一个，要的，缺俩库容。我带了个狙库，他带了个布库，够了。牛皮十两。狙库不要了。哦，牛皮十两。我带了一个。可以啊，过吧，缺的有多的可以要。什么情况啊？他外板也要。外板我带着的，四倍有人要吗？四倍要，四倍啊，四倍要。带了一个，三屁股不要了，等。三屁股我也不要了，我靠 ，berry 了。缺握把。给我把红点枪口，是不是要几个？是不是要两是吧？我六换四，哎，我要一个。我也带了个六倍，有人要吧？对，要六倍。你好，要六倍了。就红点握把，跟你换。红点握把费劲。我红握锤握都带了一个。OK， 握把要一个的，锤握要的。可以走了。OK， OK， 走吧。来了，我来了，选个急救包。玩土路子，满六海线子。直接上从你三标上呗，三标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个悟空和这个三标在这逼的 KRG 是吧？是的，会抢节奏的。OK，KRG 上一把动作非常快，我操！我操！我操！零换嘛，零换零换零换，右上角就死了。
就缺一个布阔了，布阔的 M4 标的点。布阔没有啊，有狙阔不要了吗？把布阔带了一个。狙阔给我，狙阔给我，可以给布阔。白板你还要不要老君？白板不要了。缺个背镜了。哦，带没有，你快点。缺个背镜，缺个红点。我也缺，我背零块的。妈的，红包随便扣人我都丢这了，待会把丢四倍给我。我看下 DS 在实战的，那就走六华先进，赶那个看不到踩山头的，刚观察四标，先把东西分了。小心 CDG 跳出来 ，CDG 跳出来，那我们前面就多一队。哎，我的车六车，等一下。哎，我操，你的车也在溜。谁现在是四倍了？我四倍。算了，我先走了。我也走了，先不想拖太久。我来盯，我来盯。没人，前面没人，看了。那、啊、直接去吧，直接到前面看吧。可以直接到这三边看，三边看的仔细一点。在这动快一点，忘在那里。OK。你在这动得慢，不然脱鞋了。成立刚扔完啊，那是。对，杀下去是旁边。装备，把我们兵。左边有车。左边有车，可能是 DS 超尾的人。他停了，他停了。他停了，他停了。停了，先往那边开，四边没人。OK OK。烂尾楼也没动静，近点的长条楼，烂尾楼。OK。山上有，左边山上有那个防区还没人。哪个山上？左边山上防区，左边山上有人。OK， 就是。另外一头呗，这里绿华线有人，那四标过去不胎没了吗？去四标，可以靠车，没可以保车那里，你把绿华线上去是吧？没有啊，直接走， okay, okay. 走这上绿华线有人，四标有人。Okay, okay. 我屁股后面的好像是 DSS 的队友，应该是尾车，你们两辆车顶啊，他们在看我们这边。那个防区能看到没人是吧？这个意思吗？没人，没人，对， okay. 防区没人。一起顶，一起顶，来来，有人揍了，有人揍吗？两个人上去了，已经车防那个山上。对，有人想枪啊，哥们，有人想枪。有人啊，防区有人啊。OK OK， 那你往右边走，右边这个坡上没人，这个四标。OK OK, okay.。那龙，你找个位置停一停，别两个别去都去了。在这停。我待会要过来的。帮我看头上可以吧？我先往前摸一下。头上是没人，但是他那个山上有人，近点没人。然后他队友都这来了，对，三标。啊，别，哥们。我头上这一层没人是吧？好、哦、车翻了，没人，我要帮他们看。对啊，跟你一起上去，等我再下。你左边有大车呀、啊，左边有大车啊！你现在去哪？去还没刷呢。OK, okay.。你帮他看，老鞠看房区有没有人，老鞠。注意一下，我跟你讲，注意一下四边有没有人，要这边全四边很香。动了，我没看了，我要过来了。是我自己看。不要没动你。房区人好像走了，没漏了。哇，山上还在。山上在看我，哥们。哎，在看你吗？或者你可以退回来，你要是我屁股换，南边兰花线没动静，两个教堂呢？教堂那附近，老君，都我烦的要死，往哪去缓一下四标 ？OK, 我去，我去老君那去，去吧。那龙你小心啊，屁股没帮你看的。教堂没动静，看到这样有人，这样有人，这样有人，叫龙你。OK OK, 我去缓四标。那你北边走不通，可以上南边啊。南边现在上不去啊，那个山标。最南边先不着急。兰花线。我知道最南边不着急。要绕的话就不用观察了，直接往南边绕就好了。我搁这停着看一下吧，算了，这。那我去停这三标黄区了啊。OK OK OK, 你稳一点。看能不能抢这一标。没人扫我，哥们，没人扫我。没动静的。没人就进。这边没动静是吧？对对。OK, 哇，车不太好保，哥们，这地方。因为我们这边好，教堂有人了，不一下教堂就好了。那防区没人啊，快先快刷了。一标有人，一标有人。等人插进去过来偷我们。我先进二标了，把防区先塞了。带没有红点啥的，能带一个好吧，哥们，我他妈三倍倍远，被记住近的。抢枪啊，旺仔。OK, 刷了，跳车了，好吧。我这南边一直没动静。南，你看一下那个走不走？春城高点，老巨别动。
轴承高点，看他动不动。四标，四标没动静的呀，四标还没走，还没走，还没走。看他三标怎么走？三没走，三标没动静，哥们。哦，三标没走吗？都没走。大家都看一下。三标走了，三标走了，三标走了。啊，我去顶三标了。OK， 我们跟你一起去，把高点视野先拿好这个圈。三标走，轴承高地没走。小菊帮忙盯一下。有人扎城吗？有人看到有人扎城吗？没动静，哥们，没看到有人扎城，没听到有人扎城的。我看去这了，去这，他们去一标了。山上那帮逼好像去一标了。有大车律师这里金标的圈啊。OK， 我想待会看往城里近一点。没有车进城是吧？没听到车进城。OK， 我要往那边去了。没走了，我一个人往城里去。我屁股后面凉凉的，我溜了。你要往城里走吗？教堂都教堂走了吗？我要慢慢进。然后看高点，高点一直还在的，他车没走。中央高点还在，那你得攻教堂啊，伯良。中央高点是断着的，教堂一队的应该是。这位置观察不了两个。把下中央高点的啊，我要去城边慢慢停， okay, 往前里面看的。OK OK。教堂三个，拿粮放跟我说好吧。我砖楼有人，打雷队过去了。我这个城没人，我先去四标。你要教堂吗？教堂在抽我。来看，看不到，哥们，看到。七六啊，没到七六。教堂动车了，教堂动车了。我这边有，我这边有。一辆轰。红跑，进点这个二圈的。二龙，你这个毒就这个二圈毒能吃吗你？二圈毒能吃。听我说，你们开个车往我这来，你们来一个人，你下房去不用那么多人。胎没了，操！去吧。啊，那胎没了，你小心点，你咋来？我来，我来，我来。对面三标有一个。我听你枪声。哦，降的高点。来瞅我呢，老君。下走了，下走了。不，教堂，中层高点，中层高点，说错了，中层高点下走了。我车爆胎了，邓龙，等一下可以接啊。听我说，你直接去接邓龙，来我们这，我们换这边打了，这边没人，六号线。哦，不吃。哪边放了？不吃毒了，不吃毒了。哪边不要了？别过来接我。把车先停我这，万仔别急，我前面。OK OK, okay.。我怕红砖楼过去了，我看不到。后面是吧？你这停，你往，对，我停我这里，停我这里。那边是没人的，金标四标是没人的。对。啊，这车要被卸了。教堂走了吗？不知道。刚才我看是走了一辆车。你把四给我，换给你换六。走的是蓝跑车吗？红跑，红跑。那就还有一辆蓝跑在里面。不直接过来吗？过来过来，你们先去四标，四标没人。来来，丢。在你后面呢，看圈看圈，还行还行，就是那边的圈，就是那边的圈，下边圈还要北切，把这儿排了的。哎，有车进城了，根本有车进城了。二标架他，架他，别急。二标有人右边房子。哎，你这样把架走啊，哥们。有吗？他没没敢扫我们，没敢扫我们，没敢扫我们。四标没人啊，去四标，去四标。对了，我们去四标。我来驾驶。到四标之后，你们帮我注意一下这个防区，这个四标的。教堂好像红砖楼一直没过来，这里六号线好像一直没过来，不知道教堂人。你得看二标的伯良。我要看一下这个圈，我要看这个圈，你先看一看。没车来看吧，我得出去看，哥们，我得去下去看。哇！啊，得下来看，你们得能帮我防看二标吗？我们这不太好看的，哥们。哎，我们这边顶人的一标飞机。你们那边烂尾楼看不到了是吧？四标那里。看不到，看不到，他们往北边去了。这帮人教堂这边，四标有，四标最少两把枪。教堂这帮人好像往北边去了，我们就控了这个坡推了吧，是吧？可以，可以，就是控这个坡推的。Okay. 你这么推啊？我想把这个房子拿了，四标，我一直不知道红砖的人有没有去人。四标这房子拿了，有点危险。我感觉不用了吧，哥们，就控了这个坡推了。要控的话得要这个四标，不然他踩了，吓我们很难受。四标这不是在抽我们吗？刚刚。
没有没有，四标没抢枪。那刚刚是谁错了吗？啊？小心二标就好了。不知道，都是高点的吧？你们看那个。刚刚有人抽我们的呀。四标抽不到。四标方向。看下巨石一个。你们能看吗？现在这个四标，帮我看两眼。现在开枪是哪里啊？大家巨石两个。就是红砖楼，红砖楼绿华线。有动静吗？看不清，看不全，不好看。最好别去。那、啊、我等一下，等一下。那红砖楼是有人的，他肯定会踩的。他地方很闭的，村长。他地方很闭的。不是闭，要控这个山头，你懂吗？山头肯定是二标这边控的，我们得推这个坡才能控山头，哥们。我们可以直接先等会儿再去三标，直接下兰花标短卡他头上。对啊。先等会儿，好吧，先等会儿。不小心二标摸过来，当留子就行了，哥们。说中招点还有人，对吧？对，我看一下这圈。优先级应该是排左下角，要往右边靠一点，要么北切，要么海口可能往城里这一块来。我感觉就是正北切，顶北切，把我们两个红砖楼那边去了。正北切干嘛？北切。啊，我这怎么停辆车啊？电龙，你妈的，很恐怖啊！我怎么知道？那不是刷的吗？二标刷的吗？楼下停辆车，我操！别对象了，快刷了。高点有人。刷走了，刷走了。听我说，能动车吗？动，能动车。我们直接往这个上厕所上面上。来，南边不好推。下车，下车。一起啊，走，就走绿华线。走走。那地方得驾车吧，哥们，得驾左右边。遇到之后要看红砖楼就行了。他俩还没到。找点厕所有视野吗？没动静，上面没动静。右边这个烂楼都没扫我们，哥们。有，最少两把枪。有人扎南边了。南边的坑是吧？对，南边的坑。往上开，往上开。小心红砖楼啊！还能往前开吗？不能，别再往前了。先看一看，加个车。不要厕所的人，不要厕所。这边扎了一队了。闭眼。看他一眼。回收，这位置有点。底炮南边四标踩不上来的。红砖楼怎么样？看一看，看他是不是粉踩的条件。没漏红砖楼哥。没漏吗？没漏。我刚才也看了，我从我那边看了。有。哎，厕所打起来，厕所打起来，厕所打起来！小心烂尾楼墙下，烂尾楼一直没人。打到一个，打到一个。操，这秘密啊，真的。边路的。到哪去了？停我们脚下，二标。真的，请你成立干拉三个，四标，你们所有一带小心烂尾楼墙下。好，这里。这里。我来，我来这。好了，打了。平路打一个，都被堵了，被枪堵了，都可以加线好吧？你们注意烂尾楼，分成高点加线。有点很残好吧？一边有人，老局啊，老局是老局，哎，没他走了，他退了。高点那个是谁啊？村长高点。金毛石头没打倒哥们，一边有干拉的，一边有干拉的，村长，他的加的队友，对不对？一个干拉的，看到没？看后面，看好吧。哎，别急，大哥。这个位置现在不太好，直接抽吧。有很多枪线。你们下面那队是谁啊？开下去又死一个。我们下面是天路，天路死过一个。OK。开车过来了。他南边要打。加厕所，加厕所。他烂尾楼真没人吗？要打两枪，妈烂尾楼。到了没人，哥们。为了守的。坐车。安全站下，好，没头了，跑去让一下。他也去死一个，你去，你去，你出去，待会儿，我这里不漏了。我们要坡三者，金波坡三者，可以给。对，这个跑了谁啊？来高点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有点难。像是 DSS， 金标。啊，这烂尾楼没人，我干。压力大，出来了，这边出来了，摩托车出来了。我不要去，他人挺少，是不是？给他清了呀，哥们。哪里？报标烂尾楼。是不是挺少的？不，多，满来的满遍。
严峰自闭啊，对面高点动车，一车两个，别别收，别收，别收，近点看近点，看近点，你们高点能踩一个高点帮我们看那个楼那一面吗？有这个架枪了，大哥，做倒了一个能补吗？不了，我也去洗一个，加枪走了，有没有石头有一个？你们高点帮我们看一个那个楼这一面的 ，OK， 我看不了，我出来帮你看。岳父还没死完是吧？还是个独狼是吧？还是没死完。哎，过来，这标点，标点，标点，标点了。啊，就在，对对，看到了。还得七颗烟啊！我觉得我们天津的人给干了，哥们，我操！二标不好干啊！我操，你是咋下去啊？三标有人的，三标有人的，不好打。还是天路枪线。他也不好打我们，知道吗？他要吃红砖楼和天路枪线。啊，他先。天路金标大石头有一个，三标大石头有一个。他要顶，他是能打的，他要打。都绝对枪是吧？哎呀，你们得是小心点，别支我看，哥们。你现在不是能踩高点吗，老弟？你踩能踩能踩，我踩了一枪，哥们。这边高点没人了，你踩看，我不漏，我这里。只有三个，一标只有三个，好好。我绝打一枪头，搞了一个天路，天路最多杀了。牛逼！幺幺什么情况？幺幺那边。给我倒俩，能踩吗？能慢慢往下踩吗？看能不能下。来，头上头，三头，三头。飘飘飘，三个了，来跟我一个，天路就俩。来，跟我一个，来跟我一个。我要踩，我换过来了，我不要底下了。旺仔你也跟，我小鸡都牵完。OK。头吗？不道具，什么道具？别走。没头了，踩出来看一眼。右边，左左边，左左边，来来，来来。左边 GF 也死亡了，右边空树有一个。OK， 把左边的兵打。哎，前面有一个。老巨，我们脸上右边有个。丢雷， okay、我丢雷，脸上右边我丢雷。OK， 丢，快点丢。打我打我，别急。我得回来，我得回来，我打了，我打药没血了。好了，右边打，右边打。OK OK， 先骂的。单圈还单圈。来，给前面那个顶老巨。哎，别补一下，别我打药。我能帮你们下，我能帮你们下。该顶了，过来。这里这里。啊，我也过来了。你激动啊！我直接下来了，我不要这边了。这里看二标。哎，后面大炮，好的，后面大炮。他们炸了吗？两个两个就想上来。完了，惨死了。别回，不让死了，哥们。死了死了死了，天哪，死了死。蓝白龙。啊！有人在摔我，我不知道是天路还是谁。二标，小心啊！小心这边枪下架不到的。邓龙，你要注意看一眼。回来了，哥们，回来了。回去，回回回。到了。要么我一个在这，你们帮我架头上。嗯，得回，得回。但是我们这边打蓝花线打我们，你帮不了。咱是天霸的，哥们。你可以埋个半坡上来，我们这边埋个坡，埋到这个四标坡来。架下，架下，帮我架下。哎、有头吗？金标了，包里面有头吗？金标打两枪。没有没有，哎，哎，右边拉了一个，听到没？这 A 到 B， 听到了。来，跟我顶炸，老君。三标空树有一个啊。我拿的四标一个啊。他们都是被炸。三标一个。空树俩。OK。三标空树俩，四标一个。他现在过来打我们还是什么？想，他现在没打，他有点想打。我讲，埋龙应该在这边，二标懂了吗？还有天霸的小唐。这不天路直死啊，刚刚被炸了那个萨萨。应该是直死的，我去顶个。有没有多的雷了？我天路了，没飘柔剩几个？飘柔剩埋龙，就少剩一个好吧？我看就看那个埋龙在活动了，在这看埋龙，哥们。天霸剩个小唐好像。都是独狼吗？我好像是独狼，我觉得我们还不硬清一个边呢，我们这里很难受的。可以从左边清个埋龙独狼，最少能清个埋龙独狼。下去会不会被打？被我这边会被打，会被三标打。不好清的别清。我看看红砖楼，看好了。停保下呗，埋龙快点。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得上一个高点了、啊、来我来、啊、后面要过来了，哥们，我操，得清啊，哥们，我们这二看看机会嘛，看有没机会。那个 AW 在四标，你要小心那个双狙。看到他了，他二标在顶我们，我打了一枪 AWM 去到星标了。 OKOK 这圈还行啊。他们四标都能拉吗？
对吧？他上不来，他只是上不来，我们能下。来来，过来给小唐清了，来来，我给小唐清了吗？不行不行，四标要被四标打。哎，我被射了，我被射了，我屁股要来了，哥们，你不清的话，可以清可以清，从右边看干嘛呢？六号线，跟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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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右边。下下，没事，我来帮你干。我要喷屁股的烟。去顶去顶，他在这边去。打一枪打一枪。来来，走。我打波。好，好了，右边右边右边，看四标看四标，四标人过来了。OK OK， 你们能下来？听我说，下来，下来目标。下来下下，全下来全下来，霸下下，直接退直接退，从那直接退。妈，我被那个没事没事，那没看。去舔着包，我去舔着包，直接下来。快，我下来我下来了，放给他们了，可以。我在看底破人，底破没看到人。我得舔个包，舔完没？舔完我舔。我操，不要下一下，我根本我要下去了。没事看到看不到，我看不到。打不到，打不到。我俩子，哎，来来看左边，右边那个破了，这边俩。哎，左边能顶两个吗？左边得顶两个，别让他拉去四边坡。那东西顶，那东西我半价，我没头，等下我去舔头。你们得顶一边坡，好吧？那东西小心点啊，有可能会有人埋啊。知道，我知道。我封烟，投资舔住断龙，别着急，我能半价的。等我顶个投资，我能过来跟你。我去舔头去啊。知道，我到点埋的。两个包能过来个我这吗？我得去舔一下。我药都没了。我给你药，给你药。金标，金标有的，金标有的。我们三标两个，三标两个。让他们打三个三个三个他们听我说四个队这里你不会有发现你不会有一个对他拴我了拴我了拴我的拴我的要顶过来一个吗我来了然后你架着但是别过来我们三个都可以一起哥们哎盾龙小左边左边的苗里三秒左边打不了我左边打不着我我这是个扑要清吗不太好清吧哥们三秒能架到他不沾圈三秒这里必不沾圈的左边你看有没有地方能拉老局你看左边有没有地方能拉就行了听我说，这边关键，六华线是关键，要吃鸡的话要看六华线的，不能让他下来。老局过去就行了。北边他们一定会去北边打，他下不来我们这面的南华线，别管右边，不要太怕。威胁是在六华线。跟毒走的，我三标有一个分彩的三一的。老局，你想厕所看一眼，我去停了吧。看前边，我在看前边。哎，旺仔，你看一下，这是三标。对，我在看的，我在看的，别怕。他这能说不对的，还有毒狼啊。那个他上去了，哎，他不上去了，听到没？他响枪了。没有啊 ，AW， 没听到，上去了上去了，我在帮你看的，你别怕。没听到枪声。好，他上去了，打到我。你小心，我溜了溜了溜了，这不好带。第三标圈边啊，毒边。现在跟我说人数不对，有个毒狼，有一个毒狼没清出来，不知道是老局那一面还是在那个。可能是在一标，不知道是在四标这一标，小心点，留个心眼。你圈边一定要看圈边啊，老局。那你们夹坏了，还是安全。四标他们要打起来，要吃鸡的话，我们一定要小心左。小心右边这一面，盾龙，小心二标。啊，有个人。这个是个满编，满编。这边四标确定满编。二标像个人，好像哥们，小心点。拉右边吗？我能拉右边清下二标吗？哥们，拉右边清不了吧？四标满编，右边厕所满编，还有个堵狼不知道在哪。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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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上面打，别了。你回来，我帮你架。好了 AWM 头上听我说单标也是四的梅花桩我们这么打正龙我们待会重心三个人放到六华线往六华线过去清我们清下过来别被我前面打了现在当一个堵狼打好当一边有个堵狼待会我们要往六华线圈上去才能吃鸡比较好吃鸡他们一定会打的待会四标跟三标打起来北边我有两颗雷我一颗雷五颗闪要把饮料打满哎，算了，还早。没有，我没看到，我过来了。就换个位置看。停下前面，这不好看。我一接头，没有人。确定没人是吧，老君？不确定，我们左边不确定，确定一定有个堵了。你看人数。我说你屁股后面。后面应该没了。看一眼，扭头回头看一眼，我回头看一下。大概率是在我们左边的，我想的是。我打个小药，打满。哦，看到他了。哦，不是，这是另外一队，这就是对面满编的。对对对。要满编，我确定满编，右边也大概率是满编的。幺。等他们打不着你，我们梅花桩比较慢吃苦。他们要毙了先打的。啊，我就想跟上面对吧。别给他机会，打包。要马上再对我。哎，要吗，不亮？我六个包。我缺小药，不缺大药。来来，小药给你，给你配。老局，你就一直盯着圈边，要么就我一直盯着圈边听脚步。盯圈边，你盯着圈边。
那边我不好定，只能你定。那我来定，我定左边圈。我们这边这波主动圈，我们这波能劝架了，哥们，别着急好吗？是的，是的。等等，我要逼着他们打。等我扔颗火。啊！我下下有人。看到了，死了。我风高点离。没打到一个。没打到。突然打头，突打一个，突打一个。我往前走了。我架他。你们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别急，别急，慢慢打。右边有个，怎么右边个没头的？啊！你们都玩了，你也上，我要帮你架左边。我能顶右边的，哥们，右边有两个，右边。左边倒了吗？左边倒了吗？左边倒没倒？这边倒了，这边在趴。有人来，老狙，这边往上趴了俩。往右边来，哥们，来我。刚趴到左边一点，那个朝了左边。倒了，倒了。上盘了一个。我来，我再救。别死，别死，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A 四 A 四 A， 应该就算要趴着了。